你哦，还有可能才唔知，偏偏要用行。用行较慢啊，哪能讲话时间，第一趟较长的嘛。哼，就算咱两个哦，地球说一阵啊，也是有讲不完的话啊。其实信天，你妈唔是老古板啊，你实在不应该骗伊讲哦，我是咧开餐厅啊。可能我想太多啦。讲一个白菜，钓鸡讲几耐，也唔肯。 我即马看到你妈，心肝愈来愈袂得过。歹势啊，我想委屈啊。你放心啦，我找一个时间向我妈亲切来介绍你。好。唔免啦啦，死狗，你搁我恁母阿念。唉，酒家路内租，哪有什么好介绍的？开起来开一间餐厅。哼，开餐厅？笑啥？这毋是无可能的代志。 对啦，我刚才回来时就生病，你敢会当甲我讲，迄林先生找你去创啥？我拄仔知影，顶摆我带伊哦，是送我去的呢。那呢，伊救过你两届啊？是啊，所以甲黄老师为留落一条链仔替去，唔肯还我，我也歹势甲吐。奇怪，你替黄老师跑来要创啥？伊讲伊真介意啊，爱我送伊，我讲我无得做主，伊就坚持要挃我后一番。信天。 我听讲黄老师已经有未婚夫安尼，而且伊的未婚夫最近嘛对日本登来台湾，你看敢会是？是我想太多，还是你们家面对现实啊？刚刚你心肝也毋捌怀疑过？唔管咯，我一定爱想尽办法，对遐主播邢黄老师。 就算讲是我文静啊，共款啊。含呐，这件代志啊，不过这个代志等你处理呢。但信义今嘛已经转来，咱是不是应该去看下水啊？或者知影最近发生什么代志？对哦，顺便来找你所长，甲讨一下公道的。人还搁伫伊的手头，你太太较老嫩。我陪你行一撮。好啊。